锵锵三人行，今天是情人这个烂节啊！这可是我最后的一个单身情人节了啊！真的吗？那当然啊！以前都是什么状态？不是，你结了婚之后，你就不过就没有那种情人的感觉了，是吗？哎，为人妻之后，你过情人节跟你单身过情人节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这完全是两回事啊！这在子宫跟过情人节有什么关系呢？这涉及到一个到底什么叫情人，这里边概念复杂了。你看在中文里边啊，情人也可以指的是小三儿、第三者，一般说这是窄义的特指的。但是你也可以广义的说，就是说夫妻也希望能做情人，对吗？对对对，看你采纳。夫妻不是成爱人吗？对，爱人同志啊，爱人，哎，在日本，在日本，爱人是情人的意思。就是小三儿的意思，不是，也差不多，也有这个意思。那么日本的爱人情人叫什么呢？情人就情人叫爱人。那太太呢？太太是结了婚的妻子，结了婚就不叫爱人了，妻子老婆。哦，对，反正这个语言上的一些的。加藤今天也是这个穿上一身大红啊，对对，辟邪的今天、就是。庆祝一下这全球华人这个情人节快乐吗？你这其实你年轻啊，你这八零后的。我这生活从来不跟情人节挂钩的，因为我也这个从来不收什么巧克力啊，情人节。是你不收还是没有收？不收，因为收不到。他没说过，他讲了。我兜里有一块巧克力送给你，没人送我，没人送我。他是路上间隙充饥用的。他呀说，这个日本的情人节，其实日本学西方啊，比咱们学的比较原模原样。他说日本的情人节是女的给男的送巧克力。那是二月十四，三月十四就不是了。三月十四是我们还送。对。但这种这规矩是很怎么说呢？很固定的。而且只送巧克力。那我刚说呢，中国人学情人节，那情人节对我们中日来讲都是个西方的产物。那中国人学的人他有点太弯了，他就说中国人情人节乱七八糟什么都送，什么都送，什么都收。而二月十四号那时候还互送互收。中国情人节分分钟送房子呢，你知道吗？是吗？要不然谁给你当小三儿？哎，咱就说日本的范儿的啊，日本国搞了一个活动，为了迎接情人节哈，就日本的不同年龄段的国民，说让征集每人写三行，情人的这个诗，你们日本做这么一小片儿，哎，专门提供给我们独家播放，不是独家啊。感动的，非常感动。这说明啊，这个酸呐、是普世价值观呐、是吧？是酸是普世价值观。你觉得酸啊？当然了，一说起感情，我觉得这都是光面都差点流眼泪了。这个感动啊！为什么？我特别感动哎。为什么呢？比如说哈，日本人我们跟这个娶老婆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你能跟我辛苦一辈子吗？这是一种感动啊，是吧？刚刚说那有些是说，我不能说我爱你，但是我是比我先死。对，但是你看中国，就是冯小刚那个《非诚勿扰二》，中国求婚说所有的婚姻都是错误，我跟你求婚，咱们就将错就错这种。而且他这个电影里，我还以为是王朔编的诗啊，对，闹半天呢，是一个就是传说，西藏的有一任活佛仓央嘉措。
说是个情种啊、哦、然后说他的情诗很流行嘛，说第一最好不相见，嗯，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但为什么老是苦呢？对啊，怎么苦呢？ 我觉得其实我不觉得我们的相恋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嗯、我觉得你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人，你愿意去为他付出、嗯、你觉得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值得的时候、嗯、那种感觉那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就像你对你的父母亲，你做任何事情、嗯、你不会引以为苦。但是今天的社会啊、嗯、我就觉得好像他们说爱情都变质了，对，变也有人说爱情是一种奢，在今天这个年代里啊，是一种奢侈。你看那天我看一个人，他们老在说陈丹青老师这个木心先生写的文字，说写的好啊，好像我那天看见说木心写的一个什么诗啊，就还是说，他就是缅怀那个年代，说是那个年代，我们是那么认真的，那个大概意思啊，我们是那么认真的调情。连这个勾引都是那么样的认真，哎，但是好像这个年代呢，对，爱情都变成工具啊，非常物质的东西。其实日本也这样吗？日本不是刚才看到的那些事啊，我认为非常普遍的，就说在人家结婚之后依然享受一种情人，是吧？那当然爱情可能过了一段之后变成亲情，但是那到了情人节，那一对夫妻哪怕你有没有孩子，是吧，都一块的享受，然后平时说不出口的那些我爱你啊，因为日本人有点害羞嘛，不可能说我爱你，所以只能说你能跟我辛苦一辈子吗？但是这个 AV 里看不出日本人害羞。对，那是产业，跟爱情是两回事，那是产业。对，日本的唯一印象就是对，您这个太偏见。苍井空在中国很火呀，现在。对，我知道。空老师是一回事，空老师最近都拍 MV 了，火了。哎，我不是，我请教你日本人的这种情欲文，不是情欲文化啊。我刚才就问他啊，日本人现在对这个对情人跟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情人的话，刚刚我说了一些日本人的好话，但是在日本呢，比如说老公老婆，那都可以在外面有个小三儿，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而且呢，日本人对维护保护家庭，尤其是孩子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强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老公在外面太忙，老婆特别的寂寞，这个时候呢，那你不得不去找个情人。老公呢是默认的，老公默认，但是他也去找别人。你看啊，这样变得更加的平等。他这里边对我还听出一种男女对等的这个意思。对，你但是你好比像其实他很多跟经济有关。你好比说日本啊，有这个女的愿意做我们说的这个二奶。二奶啊。就是被养经济上是被养着的，就一个男人养着几个女人，在日本多吗？这种情况呢没有中国多，但是日本有一些女孩子啊，就做你的这个二奶，不管她是有没有钱，是很穷的，是有些人把她作为一个荣，就是说而且很酷。比如说甚至有一些男人甚至有一些男人换了角度来讲，甚至有一些男人是有什么样的老婆倒无所谓，但有什么样的情人很重要，很有面子。情人跟面子是有关系的。日本这情况啊，但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是个旁观者。你看他讲的日本的这种心理啊，在中国你像我也看到过，就是少数啊，少数的贪官不是说穷奢极欲嘛，弄不弄都弄个情人呢、啊、我看过那样的报道啊。对，这少数的这个贪官呢、啊、他开会都不带自己的夫人了，带的都是女朋友。对，而且就是说你要没带啊，你就没面子。没面子。对，是啊，在中国挺多的，我知道，我也、啊、我也遇到过很多。搞美国要假装惊奇，这种场合你见的还少吗？就算见到，我也不会知道，原来人家也不会贴身上贴标签，我是某某高官的那个情人吧？哎，都不一定是高官啊！我就跟你讲，有一个新加坡的，那你后面就我们这个六零后这一代大学同学，他早年就去了新加坡，然后带着老婆回大陆，这奋斗多少年了，同学们一见面，他就发现当年的同班的男同学啊，还说你们这个太太怎么都这么年轻啊？没有一个是太太，你知道吗？他无限神往。辞了新加坡的工作回到大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光美说说。不是我那我真的是太落后了，可能我电影看太多了，我对于这种所谓的日本的这种第三者文化还停留在那种比较苦情比较悲情，因为日本人你们生活压力这么大，那个地方那么小，就像你讲的，有第三者，有个情人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大家默认的，但是好像都是属于那种我很压抑我很痛苦，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找第三者，也是那种苦恋，那怎么被你讲的好像所有事情是可以搬上台面。那当然也有很多悲剧人物的，但是悲剧呢，这个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它变成一种娱乐化的，甚至一种非常就是放松的东西。因为就是你已经就是说悲剧到这种程度，而且你已经40了50了，然后你已经也不可能离婚，有孩子嘛，这种情况下那两个人都放弃，就互相的尊重，甚至互不干涉，你忙你的，尤其是这个女孩子，日本家庭主妇还是很普遍的，那就是我一个人维护这家庭，你家里面那乱七八糟的男人嘛，乱七八糟的下班之后，那我为什么凭什么不能找情人呢？那他一般找的是什么呢？是你这样的小帅哥呢，还是我比他从来没，我是从来没被找过，没被征集过，可没被征集过。但那个应该说一个是同龄的，啊，或者说如果是男人的话找年轻的，女人的话甚至找大的。我说今年60多岁，但比如说今天在中国很多20-30岁的这个年轻女孩子，她们很喜欢大的。40-50是吧？大的和老的，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还比较害羞，而且在公共场合要扮演的比较乖的。所以呢，你比如说你像你说的哈，他各有家室的人，比如像你说的日本男人觉得带个情人觉得有面子，那他跟公开场合的时候，公开场合是不露面的，只能在私人场合。哦、私人朋友。对，所以我们日本的 love hotel 情人宾馆。情人酒店，只用给时钟酒店，对，我们说 love hotel 嘛，哦，不用给身份证的，哦，不用给身份证，也不用单子，可以用假名的，啊，但那种地方呢，大家都是默认，也互相也装没看到，就对。但是我也是像你刚才讲这个印象，这日本的人的气质里啊，好像有一种这个阴冷的东西。我觉得，你比如说，哪怕是村上春树写的那个小说，你会觉得他的这种恋爱和男女关系，当年有个电影叫黑木瞳，他的偶像，我偶像黑木瞳，他最喜欢的日本女人黑木瞳，就那个失乐园，你记得吗？你就感觉日本人搞这种情人的关系，都是那种到最后就可生可死，对吗？而且你像村上春树写的那个小说，我也发现，就是你看一些日本女孩，实际呢玩的倍儿开放，俩女孩相约就到酒吧去，然后看好了两个中年男人，咱们去玩这么一晚上，第二天又洗得干干净净，又做什么也没发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对，哎，这个日本人就很有意思，就挺务实呢，也说一些务实，说明这社会挺有压力的。所以刚刚光明你提到，觉得日本这社会很有压力，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去找，但这个过程呢，大家都是默认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潜规则。那我们以他刚才讲的那个，就酒吧的两个女孩为例子好了，你觉得他们这样子，你说年轻的女孩，你再大的压力能有多大压力？她是为了要情感的宣泄、肉体的满足，还是为了要在物质上面有所收获呢？都有啊，但包括甚至我们的这个高中生，这个所谓脉冲行为是吧？也是援交人，对，援交，这个日语哈，援交，援助交际，对，非常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那当然是违下规了。但是那些女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讲是要钱啊，但是你大了，比如大学生或者你已经工作了。这个年龄更多需要一种心情的一种温馨。哎，你知道这个最近我看一个香港导演拍的一个电影，就拍这个援交少女，一下子增进了我的理解，就是你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一种卖淫行为，对，它实际上代表着啊，未来社会你可以看到一些比如现在的孩子啊，比如所谓援交，它不是像咱们说的开妓院的什么这种，它呀是它的，也是它的一种生活方式、交际方式，整天就在网上Facebook 上面就交朋友，你知道吗？然后去见见面，如果你是个帅哥，他甚至可能不收你钱，咱们就玩这么一晚上。对，或者说我看见了一个什么一个包，一个爱马仕的一个包，对，这女孩想买，然后就在网上就说我拍卖我的这个处女，我就是为了要买这个包，谁给我出了这个钱，我还要看看。如果你这个中年人，我看着长得很脏，那个不顺眼，我就不要你。对，你看，它是一种现在人的性关系啊，观念也真是
改变。这种情况在中国多吗？这种男女的这种。这问题应该问他比较好，问我回答。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你问我干什么？我是这个行业的，哪里说的？你同为女性这个行业，张爱玲说过，女人都是同行。女人都是同行。根据我的同行的经验的话呢，就是因为我的同行，我们是60后的，所以跟可能跟你们80后、90后的同行又不太一样。我不在意60后，我不在意。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我身边的女朋友面对的问题，可能就是。老公有第三者，就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淡漠。嗯，那他也希望在情感上获得一种所谓的成就感。嗯，就像你讲的，他可能看着别人甜甜蜜蜜的时候，他心里觉得特别酸，会觉得为什么我老公不疼我？嗯，想当年我老公也对我怎么着。嗯，所以呢，他们有时候选择的方式可能就觉得，真的就两三个女孩子约了，那咱们今天出去狂欢。嗯，他们并不是为了要出去什么找猎物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获得他们三个人打扮的，就是争奇斗艳出去。嗯，就是。看今天谁最多人来搭讪我。嗯，他们不是要有结果的。嗯，他只是希望从这种猎杀的过程当中找到乐趣。嗯，找到快感。嗯，他就是你知道啊，要照咱们过去假不假式那种说法，你也可以说是当代人精神空虚，他心里的这种荒凉。那就而且呢，人也有情欲。我觉得像刚才他讲的包括你讲的，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呀，这个传统婚姻呢，啊，其实日本人是要固守的。嗯，那么固守这个，可是人还有一个激情啊 passion 啊什么情欲的问题怎么解决？人也是一种动物，哎，这个一辈子永远不是一辈子，我觉得永远在打架。嗯，这两件事。嗯，实际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就是说啊，我可以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嗯，甚至我觉得你看一碰见这种事儿，总有人站在道德高地上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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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怎么着，我觉得你就不没活明白，你知道吗？就是说往往这种事啊，男女之间的事情，我有一个感觉啊，就两口子自己之间的这个心酸呢，多少不能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他已经不管他做出何种选择，他已经压力很大了，都是无可奈何，人间充满了不完美和缺陷。是，你和忍心还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上说他怎么，对吧？这是非常没劲。但是我觉得我不用站在什么所谓的什么高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什么什么东西。嗯，但是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个情况是已经变成好像第三者？他不但是他不需要，他还不是说被那个他的男人给怎么样，拿出来炫耀还是怎么着。嗯，他好像已经站稳了一个所谓的那种地位，他可以打电话跟大老婆挑衅。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吓人的一件事情了。马上就要当大老婆了，立场马上就不一样。对，当然我很不认同小三文化的普遍化或者普世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现象。但是正确的现象应该是什么呢？对啊，所以我们只能这个只能请长辈这个教教了。长辈的看法呢？对，长辈的看法呢，基本上也是活得很明白的。嗯，对我来讲，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有一个所谓的赏味期。嗯，就是还有个保存期。什么日本话？赏味期。赏味期就是保存期限，你不可能要求有爱情永远在一个最新鲜美味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爱情有。爱情它怎么的美好，它就会怎么样的伤害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愿赌服输啊。嗯，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西方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带来文明，却也同时带来社会问题与精神污染。在价值观混乱的21世纪，人类应该何去何从？东方智慧指出一条出路，以孕育数千年的思想结晶，为人生的疑问提供线索和答案。慈航智慧东方，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改变距离，这样不行，只有改变速度才能改变距离。麦达斯轨道车辆旅行彩，
为您建造美好未来。中高级车新坐标，全新天籁创世登场，东风日产天籁。我觉得可能有期望过高的问题。嗯，你说很多人呢、啊，最后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哦，原来夫妻这回事儿啊，是过日子。嗯，很多人选择的很实在，过日子、嗯。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本来的希望是完美的，是说，哎呀，要是能找到这么一个人，琴瑟和鸣，对吧、嗯？哎呀，又能够永远的，那我们保持这个举案齐眉、嗯，对吧？性生活永远都愉快、嗯。然后呢，我们还永远的这个可以向爱人同志、嗯、有的话说，有的交流、嗯，你知道吗？你我们是带着这么一个梦去找人的。嗯。可是最后呢，这个伤透了心以后啊，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哦，你的要求要降低。他就是个过日子、嗯、你不可以天天在他身上找激情、嗯、对对吗？那么这样你可以有一个现实的安稳、嗯、现实的夫妻婚姻关系，对。可是你知道吗，你那个不满足啊又永远的在涌动，嗯，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所以文涛叔叔，你觉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长辈，这位长辈，这方面我已经退出战场，已经变前辈了、嗯、希望在他们身上。是我八零后好像没希望，反正在日本呢，就很多，我有很多这个做情人的朋友，女性的朋友哈、哦、他们呢，职业情人吗？也差不多，对吧？他们呢已经知道对方是一个老婆的，对方有家室的，但是呢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下，他也知道没法跟他结婚，有些人会争的，像今天中国人的小的人要争，对，但是但据我所知，日本绝大多数情人呢是不争的，他们明白这种现实的情况下，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他们也，这是个人的社会，老子说的呀，唯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女人要能懂得这个道理啊。那家伙深了，是，那家伙你就妥了。对，很多女的还真是要不说现在把这女的都说成谋略家，我觉得也是。嗯，往往呢还是这种的脾气急的、嗯、闹啊争的，最后啊、嗯，最后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我是做个男人，我的带着男尊女卑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男人应该反思，是吧？我们应该反思。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自己心里有数。你比如有情人，然后有情人的情况下还装，是吧？你没照顾好，那这种状态应该改变。那就这种情况下应该承认对方这个有所作为。我认为这个。我做错，应该让自己的太太也有所作为，不能光顾着自己。对，因为要平等嘛，要这个长辈，这个太牛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对，没钱没太太。